可以出去买菜吗？我让人买了送过去。我要自己去。忘了。小婷婷家的事情为什么没跟我说？还有我养狗的事情也没告诉我啊！我说了，恢复记忆是要循序渐进的。借口。阿超说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所以在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阿超只是个商人，你为什么要相信他？胡有泽，你这样不是爱，是占有。对不起，阿超只是你的经纪人，你要相信我，没有人可以质疑我对你的爱。到了，你赶紧过来吧。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乖乖在家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又要把我锁起来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锁门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不可以偷偷跑出去。等我回来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可以吗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